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常总裁来给我们加油打气。那我们的选手，在我的立场来讲，我希望这一次能够尽全力的，能够把成绩表现出来。我带了一句话啊、哦，跟大家分享一下：人在一起不是团队，心在一起才是团队。这一次大家同心协力把王子奖牌拿到。我们只要夺牌，我们爱丽丝一样加码。今天来除了就跟他见面以外，那我也带了总共有28包的红包。去年亚帕我们拿到红包，气势如虹。那今天我也加码一人8000，好不好？我们的选手包含到教练都有哦。所有的选手的成功，他的幕后没有声音的，就是我要靠我们的教练。所以我们要谢谢教练。但奖金提高代表可能政府对我们来说越来越重视，这我觉得是非常好，其实也是蛮兴奋的吧，因为毕竟努力这么久，也是4年才一次的比赛，但希望好好在场上发挥。